太好了，是功德流吕布，这回真的不用怕源流之子了。一般的吕布打这个东西啊，会被他连续的控制加上可怕的伤害打得还不了手，但是功德流吕布可以用强壮的身体顶住对面的庐山圣罗霸，然后进行反打。就是这小子叫人有点太恶心，还好有你的貂蝉，真实伤害双降，何必源流之子不过如此。现在两边经济差不多了，虽然说对面的控制非常恶心，老妖快给我撞断了，但功德流吕布护甲太高，血量并没有掉多少。但你怎么老叫人啊，就不能来一个真男人之间的对决吗？还好有你貂蝉。喜欢撞功德流吕布，我看你们是厕所里面打地铺，离死不远了。不用多说了，我家貂蝉需要我的帮助，就算对面四个大汉又如何，海月在身边，你这个七度空间让我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一丝温暖，出来之后我立马跳个大招，看见没有各位，这就是功德流吕布，回血那是老猛了。什么？我家貂蝉有危险？不用担心，我他妈来了。不过这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，这时候要有人做出牺牲，死了个最帅的。棒棒，你快走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，那你们差不多就行了，再打我就报警了。对了，说到源流之子啊，现在可以免费领取和向左联动的记下动作和语音，不需要做什么，登录就可以了。小王，你真会玩，给我赶紧试试看吧。